这样子，有个角度吗？有角度吗？有角度吗？歪歪的。不会。要不然我拿它吧。那你把它放高一点。好啊。我画好了。好了，你要放模式。妹妹关注水河。爸爸不瞄准了。在河畔水河间，水河间棒棒圆。不可以放，那哥哥的。我拿，可以吗？这爸爸是。弟弟去溜，拿枕头。准备好的，好棒哦！五小刚选手加油！五小刚选手加油！五小刚选手加油！你要去那边准备，你要到那边，到旁边去准备。好，去准备，好。好，来，快点！我在录了。出发！出发！OK， 换吴小金，吴小金换你了。爸爸怎么了？那这样是正常的，就。可我看不到，我不知道怎么瞄哎、欸。好、啊。好、以后他。是的，你就按一下。按要注意左上角红点点有没有继续闪，有继续闪就是才有在录。爸爸。爸爸。会自己调角度。爸爸，我会自己调角度。小刚，小弟弟。哥哥刚有录了，弟弟走，我们继续。轮到我了，我每次都在隔一场就会犯了。悲黑的。那一次，小姐，再一次。不要碰，小刚不要碰。而且你要坐后面一点。哥哥刚才调好角度。好，小刚选手，小金选手，小金选手。我可以去做你的事，我会调再重新调角度一下。可是我要做的事在你手上。为什么？我要把今天的照片读出来。我们不需要碰，待会你要先去准备。宝宝，我不用准备，你走开。你走开了。好，出发。小金好棒。小刚先生。我在这里，我看你六，又要是六。小金接过。我这样子，又要是六。我觉得我从以前到现在的你，大家都有这个好吧。努力上吧。开始，小刚。夏天有这样真的好。好棒！而且你知道吗？小刚，这个对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小金。小刚，你先去准备。像其他的哥哥，因为都是白的，弄白。就叫小刚选手，我推你的时候就代表。不服，就是你嘛。妈咪，你看我哟。有没有很服？可是这个是柔的，你知道吗？很温润，好棒啊！再来一句话，我们可以选。好，很温润，然后也是两个。我记得那个女同学跟我说，丢到你了。小江，小刚，结果哥哥在录影，要不要一起看录影？小刚选手，好，小刚选手。小金跟着，来我做准备。好啊。看这个好不好？小刚跟上，小刚跟上。像，我喊就好。小刚，溜下来了。溜下来了。哎。哎，呜，好棒！小刚，你溜得很好哦。
兵后面，小刚后面的话不可以。你在那边吗？小刚，你不要再来我这了，去妈妈沙发那准备，也看得到哦。看不到。看电视啊。设定模式电视。小金。嗯。小金，等你看到哥哥的笔，这个，小刚准备。小金，你走开！小刚，你不能这样子、哦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小刚，你不要这样子爬，你真奇怪。爸爸可以把这段影片录传给特特老师跟美美老师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可是里面又没有你。小刚完之后就换我了。好啊。小刚，你坐太前面了。难道我就不用再管了？等一下，如果它熄灭火的话，你就帮我按一下。小刚下，下，嗯，下来。好，轮到我了。你去妈妈那准备，小金你去留，小金不准碰哥哥，刚才。好了，小金你赶快去准备啊。嗯，一身大头，小金，小金，小刚，小刚，两颗大头，轮到我了。好了好了，小刚，好了。小刚，小刚，小刚选手。好了，小刚，好了。小金选手，你去准备，去准备，去准备，小刚。哦，好棒！小金要开发挥突破了，小刚上，小金去准备。小刚，为什么都从上面踩呢？哥哥已经没有了。哥哥正在录哦。爸爸。嗯。等我跟你比这个姿势。有有老师在。停，不要再录了。有有老师。嗯，熄火没？二哥，我追你了啦。真的知道熄火。什么？为什么的？